德呢？什么方伟德？没有这个人，出去。原来你是我新邻居啊！原来你就是方伟德啊！看屁啊！麻烦你以后管理好你那些不知道几号到几号的妹。大波一号、长腿二号，还有一个翘臀三号，邻居四号啦。我知道你有男朋友。我不会对你怎样，竟然有女生可以逃过你这个淫魔的魔爪，你该不会肾亏了吧？有一种缘分，可以在断线周一至周五毫无障碍的被截取，只在洛城十八台，16个夏天。